刚刚去画了一个轻欧美妆，现在不是很流行吗？什么轻欧美、什么泰妆之类的。嗯，我现在在练习怎么画眼线，就是画的比较欧美一点，因为我以前画的眼线都是比较下来的。对，因为这样子看起来会比较柔和一点，但是我今天就是很想要尝试稍微上扬一点，好像还挺好看的技术。然后现在我不知道干嘛，我刚刚在读一些 paper 之后要用的，然后我好饿。给你看，我妈昨天买了超多香蕉，他说我可以继续做那个香蕉棒蛋糕。我的天啊，太多了吧。我要来逼我妹吃我做的香蕉蛋糕，不然她都不吃。我现在想要来泡个红茶，日月潭严选红茶，就是家里突然蹦出来的东西，就泡一下呗。看我在视频，因为我刚刚在拍照，就是我在我的 IG 分享了一篇文，就是教你们怎么用 iPhone 的原相机拍出来，就是有一种开美机的效果。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的 IG 看。然后我刚刚就弄了午餐，我的午餐就是弄了两个地瓜，然后还有一碗的水果，上面是苹果，下面是水蜜桃。因为我最近还蛮容易饿的，所以就吃比较多。然后这个耳环的话是 Lion Mango 他寄给我的公关品，然后我晚点再跟你们分享，因为我现在要差不多上课了，晚点再跟你们分享我对他的心得，还有其他的产品，真的都超级美，还有这个戒指跟这个超级美。 OK， 那我们就待会见。我现在已经下完课了，然后我来跟你们分享我收到的 Lion Mango 的饰品。噠噠，是他们寄过来时候的纸盒子，就是只要你购买他们的商品就有这个纸盒子。为什么会知道呢？因为我在接受到这个合作邀请之前，我上个月才在傻逼生日的时候买了一个礼物给他，就是从 Lion Mango 买的，超美。我收到这个合作邀约的时候，我真的超级兴奋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家饰品。他们家饰品就是大多数都是以金色为主，然后就是很我的菜。我这次总共挑了五个商品，然后现在有三个就在我身上。第一个是这个很大的 C 型耳环，它的名字叫做麻花卷 C 字耳环，还是 C 型耳环，反正就是这真的超级好看。你们可以看它这里的细节处理还蛮棒，就是它是那种卷起来，就是很像麻花卷卷起来那种设计。它的材质的话是合金，然后耳针的部分的话是925纯银，然后就是我之前就是一直很想要体验这种很欧美的大圈圈的耳环，但是因为我之前是没有那个勇气戴它，然后这次我就想说我想要跨出去我的舒适圈，是这样讲吗？所以我今天才画了一个这种比较轻欧美的妆容练习，把我的眼线上调。就之前我朋友都跟我说，
我很适合这种轻欧美的妆什么之类的，但是我就是没有那个勇气，就是我觉得我化了我也不会敢出门，但是因为我最近真的在家真的是有点无聊，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来化个妆吧。好，那接下来给你们介绍是这个项链，就是这看起来是很普通的项链对不对，但是因为我就是没有这种比较细比较小巧的这种项链，像我戴这种比较大比较抢眼的耳环的时候，你穿一个比较露锁骨的一个衣服，然后你觉得这边很空的话，我觉得就很适合这种比较细小的项链。然后它的名字还蛮长，它名字叫做简约闪耀光泽锁骨系列，我等一下会放那个大图给你们看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就是你们知道最近很流行的那个猪鼻子那个元素吗？它就是有很多迷你的猪鼻子串在一起的，就还蛮有特色的。它的材质的话是 14K 的经典镀铜，然后整个长度的话是38公分，然后它还会有这个延长，这什么延长的链子嘛，这个是差不多5公分这样。然后因为我今天穿的 T 恤是比较高的领子，并不是露锁骨，所以我就是把它戴的比较长一点，不然它其实可以蛮短的。这个我是非常推荐，这个真的很好看。价格的话我应该都会打在下面，然后资讯栏我也都会放它的链接。下一个要跟你们介绍是这一套戒指。我为什么选这一套戒指呢？因为它就是这个三组一套，然后我觉得里面最吸引我的是这个白色的戒指，看到吗？因为我就是没有这种白色然后金框的戒指，我觉得这个超级有特色。像我平常戴戒指的话，我都会喜欢一个粗的戒指再配上几个细的戒指，因为这样感觉比较匀称吧。然后它的另外一个搭配的组合是上面有一点点对焦，对焦好，对，没办法对焦，我等一下再放图给你看。它这个戒指的话就是上面中间会有一个小皱褶，然后就是一个很简约的一个设计。然后第三个戒指它就是上面是有点像是铁链那种链圈的戒指造型。这三款啊戒指都是可调节的，所以就是任何大小基本上都可以戴，就是你手指大小都可以戴，然后还蛮贴心。这个真的戴起来真的超级好看，虽然我今天看起来有点太浮夸了一点，但是没关系，我就是戴在家嘛。接下来再给你们介绍我另外两样还没有戴过的。第一个是这个耳环真的是超级的美耶。我以前很不喜欢就是垂坠式的耳环，就是你戴着它这边会晃晃晃像这种，但是我这次就很想要尝试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佩戴这个饰品的 model 超级的好看，就是我只是被它的 model 吸引，然后我就觉得它戴起来很好看，所以我也觉得说我戴起来应该也会很好看吧。我现在就来戴给你们看，试戴一下。这个的材质比较特别，它是铜的，对，它表面没有像其他的有镀金，然后它的耳针一样是925/0.5的。很好看耶，你们看，超级的好看，而且跟我现在这个样子很搭。就你们知道我怎么绑这个头发吗？不是因为为了欧美造型，所以我昨天没有洗头，真诚实，这真的非常的好看耶。它的设计就是上下圈是两个皱褶的圈圈，中间有一个小圈圈去把它绑在一起。对，我现在就在等我妈进来。最后一个我要给你们介绍的产品就是这个，这个超级漂亮，它叫做环形镂空珍珠锁骨链。它上面的珍珠是使用天然的珍珠，并不是那种塑胶的珍珠。然后它其他的部分是属于 18K 的经典镀黄铜，对。然后它整体的设计是比较像是蛇链的那种，然后它的弯曲是有限度的，所以你不要硬凹。然后它这个佩戴方式比较特别，我带给你看。哦，对，顺便跟你说好了，我觉得这个系列它唯一的缺点是它这个小头，就是这个，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。这个不太，就是我觉得这个不太好去把它撑开，就是会有一点费力，有点卡卡的。对，就是小小缺点。它的佩戴方法就是你这个要穿过它的洞洞，然后把它这样T字那个部位露出来，它就可以固定了。就这个项链是属于
可能不太适合去跑趴的那种，因为你可能只要有太激烈的动作它就会掉出来。对，但是这项链超好看，它这个上面这个元素啊，也是就是我刚刚说那个很流行的猪鼻子的元素。然后因为我很喜欢珍珠设计的东西，就是我很喜欢比如说项链啊或者耳环带一点珍珠的样子， Flamingo 他们家的东西真的是大推，然后这几个我收到的产品就是都非常喜欢。而且你知道欧美那些什么博主啊，他们出门就是绑一个这样的低丸子头，然后再戴一个墨镜，超级好看。好，那我今天介绍就差不多到这边，我要去吃东西了，我有点饿，拜拜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的影片现在在重新上传，因为我真的犯了一个很蠢的错误。我买了一个 One Thing 的那个化妆水，我买的是鱼腥草的，对，然后他送我一片面膜，很可爱。我觉得它的包装超级棒的，是这种。我发现最近好像很多卖家开始在用这个包装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买粉底液的时候，它的卖家也是用这个包装，我觉得超级的防撞哎，它的效果比泡泡纸应该还要好。给你们看它打开长怎样。对了，超级的好看，我买了的是150ml 的，因为它也有300ml， 但是我就想说先买个150来试看看。等我之后用了有心得再跟你们分享。你要在这边这样完全的空的话，就是这种写法，左边的语法跟右边的语法是一模一样，然后这一个语法执行这一个东西完之后，这边的字并不改变，所以它继续是能够，是因为这是，所以 point 为什么 point 在 Hello， 我现在在上课，就是早九的课，然后我现在正在读英文，因为我昨天才知道我的那个英文的 assignment 的 deadline 是明天，我以为是下礼拜或者下下礼拜，就是跟之前那个作业一样，要交3篇 writing 啊，我必须在今天把那3篇都生出来。那我现在超想睡觉的，因为早就有课。我刚刚又跑去画了眼线，因为太无聊在家，然后最近我又一直看小红书，就很想要学一些新的眼线画法。猜得出来为什么我要切馒头吗？看看我要做什么。些汤，因为还不太饿。我在喝超级鲜的萝卜鸡汤。我们学校现在已经要远距到学期末，也是我不用再回学校了。我昨天就有收到一些小道消息，然后今天学校才发了正式的文出来，说全面远距到学期末。对。还有那个时候我带回来的东西已经很多了，但我就只差没有把咖啡机带回来，真可惜。我想要把昨天我妈做的茄子跟饭，就是有点像是茄子盖饭，因为我喜欢吃茄子，然后就是一点冷饭，就把它稍微挖一点出来，就放上去，然后一起把它微波。这就是茄子盖饭，然后我刚刚还加一点辣椒。我现在在站着写作业，
因为就是刚吃饱，坐着我也会不舒服，所以我就站着。好多报告，我的天哪！就是因为不能考期末考嘛，所以老师今天就是疯狂的丢作业给我们。然后现在还剩两个 assignment。这是我写完第一个，然后还有第二个，最后还有第三个是空白的，明天再写。我刚刚换了衣服，要出门去领货。要来开箱了，这是我新买的化妆品，就很奇怪，在防疫期间宅在家没有出门，真的就一直买化妆品。我之后会拍一个那个 Garrity 影片，就是用买的这些不是新品的新品，就是我买的东西并不是说那种什么刚上市的新品，就是我一直想要试的东西。我买了一个。哦，这是那个 BBIA 的唇釉，是号是38号。然后我发现我这次买的东西全部都是 BBIA 他们家的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念的，是念 BBIA 吗？就是其实我不是想要买，就我不是针对这个品牌去挑东西，而是我刚好想买的东西都是这一家的，叫什么修容，就是修鼻子用的，听说这个很好用。我最期待是这个 BBIA 他们家的那个粉底。对，我主要是想要买这两个，然后我就想说好像有点少，然后就顺便再买了一支口红，然后等一下就用这些来上妆给你看。这是我现在化完妆的样子，我粉底是用我刚刚买的那个 BBIA 的，超好用，我的天哪，它整个颜色，我先说它颜色的优点是做得很正，它不会像一般你们认知的韩系品牌非常的浅非常的粉，它的颜色是真的很适合亚洲人的肤色，就是一般人的肌肤都可以用，并不会在你脸上有面具感。哦，这个颜色真的是跟我的很合耶。我买的色号是02号色，而且它这个粉底啊，它虽然遮瑕度没有我前几天用的那个佳丽玛的还要好，但是它也是有一定的修饰程度，像我这边有那个痘痘，我没有用遮瑕，就是大概它可以稍微的遮盖一点，让它不要那么红。对，就是大概遮瑕度是这样。然后黑眼圈的话，我也是没有上遮瑕，就还行。除了泪沟遮不掉之外，其实都还挺 OK， 就是很适合。就是如果你不是追求无瑕的肌肤的话，这个粉底真的很适合你，而且它整个质地是偏。有点像是霜状的，它没有什么流动性，有点像粉霜的感觉，然后上脸也不会很干，但是它也不会很油腻那种水光肌，它是那种微雾状感，超级的好看。然后有没有看到我的，今天我有修我的鼻子，那个修容是超级好用，我的色号是8号色，什么花生什么的，我记得它的名字是这样。嗯，它这个修容我一开始刚上的时候，我觉得怎么看不到，就是因为它是非常的浅，然后又是带灰调的，会真的不太明显。但是当你多上几层之后，你拉远看，鼻子就出来了。就这种是真的非常适合新手的，你就是少量多次，就算你不想上过多，也不会说救不回去，因为它是真的很浅，很自然，很推荐新手。因为我以前也是不会修容的，但是。就最近突然想要修容，然后这个口红超级好看，这个一定要买。这个颜色是38号，虽然好像是去年的秋冬新款，但我觉得夏天也可以擦。它是整体棕调比较多一点的，没有像是我之前喜欢用的那个 Roman Deep Soul 6号，它是整个红调再多一点，这个就是比较偏更土一点，就是很有气场，然后也很百搭的一个。色号，哦，我的天哪，这三个真的太好用了。我之后会有一个完整的 Garrity with me， 我会在里面再去
完整的说我对他的心得还有些使用感受。那我现在就是要准备去上课了，拜拜。去全联买了鲜奶，还有我要做那个香蕉棒蛋糕的奶油。我买了那个越南料理，他们家的牛肉河粉，红烧牛肉河粉超级好吃的。因为我刚刚就是用 G.NCU 要进去的时候，就是我只要进入其中一个教室，要再进入另外一个的话，我的教室就被跳掉，就是我好像不能同时进入两个。好笑。Hello， 我现在已经下课了，然后我又要来做香蕉棒蛋糕了，因为我爸他没有吃到，就是被我们吃光了，然后想说我现在做一个，我就很快速的给你带过，因为上影片都已经讲过，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上个礼拜影片。用了差不多三分之二杯，我之前是一杯，然后我今天就用三分之二杯。我来倒茶，这个小鱼超可爱。这次表面有稍微的一点点焦，因为晚上刚在烤的时候温度调的有点高，没关系，有熟就好。Why don't we try just to heal it for the earth?